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啱啱瞓醒都好似俾人打咗一身咁周身痛呢？咁可能系你拣咗个唔啱自己嘅枕头啊，所以拣个瞓得舒服嘅枕头真系好重要噶。咁但系点样先可以拣到一个同自己 perfect match 嘅枕头呢？对于日日忙东忙西嘅香港人嚟讲，瞓觉系唯一可以好好休息嘅时间。唔少人长期都用咗一个唔啱自己嘅枕头，好容易就会影响睡眠质素，瞓醒仲有机会造成肩颈痛、头痛、水肿等等问题。市面上咁多种唔同类型嘅枕头，每个人嘅头部、颈椎同埋肩颈嘅距离都唔同，好难有一个符合所有人嘅要求。MyMacrua 用科学嘅方法为客人度身订造，制作独一无二嘅枕头。依家就等我试下啦！首先用立支测定器俾客人知道自己颈椎嘅弧度。然后瞓在连接电脑的感应带上面，经过精准计算枕头高度，根据数据将不同比例和分量的日本制造材料放入 MyMacrua 专用枕头袋，调整出适合仰睡和侧睡的枕头高度。其中的物料有抗菌除臭除异味的鼻长炭管子，由鹿儿岛火山灰炼成的火山灰管子，不容易滋生霉菌的松软纤维棉花，以及良好承托力的弹力火粒。虽然市面上都有其他可以个人化订做的枕头，不过通常都不会有即时调整服务。客人专属的枕头在制作完成之后可以即场使用，按需要再作调整，调整好才会给你带回家，而且还有这么多只色可以给大家选添。MyMacrua 还提供三年免费调整服务，随时都可以带回去进行无限次微调。就算使用期间肥了、瘦了，又或者换了床褥，都不用担心枕头会不啱用。MyMacrua 还可以放入洗衣机洗，保持清洁卫生。如果你都想睡回个好觉，精精神神地迎接每一日，就快点去顺兴科技体验中心和崇光百货订制属于你自己的 MyMacrua 枕头吧。